我们是来自陕北的。那带来的这些礼物都是你们家乡的特产吗？是的。哇，这枣好大呀！你说说这个枣叫什么枣？我考考你。这个枣叫狗头枣。哦，叫狗头枣。那这个叫狗头核桃吗？不是。啊，这个叫什么？它只叫核桃。哇，这么完美吗？这个解释。来吧。分给哥哥姐姐们好不好？来来来。哎呦，过年的感觉啊！谢谢谢谢。宝贝们，你们俩一上来就把现场弄得这么热闹，你们两个姑姑真是了得啊！那就你们两个来的吗？不是，还有其他人呢。还有其他人呢？嗯。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们猜一猜。哎呀妈呀！安在妖国。是。武术。不是。民歌。不对。不是。不是。不是。好，那么在这么神秘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表态的，对不对啊？力挺还是再看看。第一，节目的名字没有告诉我们；第二，节目的形式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要有一个再看看的态度。哦，那我拿人家手短，这个我一会儿要拿家去的，所以我肯定我力挺。好，让我们向春晚出发，请开始你们的表演。我们跳的是起舞，可别看我们年龄小，我们可是在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上拿过奖的哦。带着我们战飞你们。这些孩子大家千万不要小视，刚刚出国参加完 HHI 世界街舞锦标大赛再遇归来，获得了中国街舞起舞历史上的最佳成绩，也是一支全女子的中国队伍。哇，骄傲不骄傲？自豪不自豪？自豪。能不能上春晚？那个也不一定，那个也不一定，慢慢看好不好？哎，孩子们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参加世界级的比赛是什么感觉？不紧张吗？不紧张。真不紧张？我那时候非常紧张，他紧张的哭了，紧张的哭了。你不说实话。老师看见我们太紧张，就把我们抱在一起，大喊中国中国。我们就想，我们应该跳好一些啊，要为中国争光。你真棒，你们都好棒。所以老师在他们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功不可没的，对吧？我们一起把他叫出来好不好？沈老师，
沈老师您好，欢迎您。我参加的这个比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参加的 HHR 这个比赛呢，要获得中国的总冠军，才可以有资格去代表中国赴美参加比赛。所以这些孩子们被称为西北的黑马。其实队伍里的家庭条件很多都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我们八个孩子只去了三个家长，然后三个家长都没有出国经历，我一个人其实当时压力特别的大。其实我自己没有孩子啊，也没有结婚，我没有什么经验。当时我就觉得，怎么他一说没结婚，现场有一些男观众那么兴奋呢？怎么着？当时其实我挺崩溃的，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妈妈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每天他们晚上睡了，然后我就到凌晨一两点估计才能睡，第二天所有的行程我都要安排好。然后我们的孩子水土有点不服，就是吃不习惯国外的饭，还是家乡饭比较好一点，我就每天变着花样来。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嘛，我们当时有50多个国家参加比赛，就其实就相当于50多个冠军队伍，我很紧张，然后他们也挺紧张的。到了场上以后，然后他们上场就主持人喊，这是来自中国的第一支青少年队伍。当时大屏幕上就飘起了我们国的国旗。全员五人一队，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那一刻其实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懂得为自己争取，为团队争取，为国争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反正那一刻我觉得再辛苦我就都值了。哎呀，怎么老师还把你们给说哭了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哭？我感动了。我们也为你们感动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当时比赛的时候，孩子们并不是都在最好的状态当中，有一些孩子生病感冒发烧，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是不敢给老师说我身上起了很多疱疹，因为我想参加这次这么大的比赛，所以我还是咬牙的坚持了下来。但好在你没有影响团队的发挥，而且你们还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呀，对不对？不许哭了，小尼哥哥这么帅，看到我还哭，都笑，一二三，笑。好可爱的孩子们，为你们骄傲。刚看到几位嘉宾还有筑梦团的成员，是边笑边也流着眼泪看你们讲述刚才的这些动人的故事。但我相信，如果把他们请上舞台，他们能跳好吗？我们要不要让他们试一试？可以。那就请蔡国庆和李玉刚。我们可以把街舞的动作分解成生活中最常见的动作，这样你们学起来就不难了。比如说，衣服穿什么？穿什么？鞋子穿什么？穿这件看看，穿这件看看，再带块表。完美！没想到还可以啊！没想到蔡老师这么棒啊！你要看小尼跳，想不想看？民意，这是民意。衣服穿什么？裤子穿什么？袜子穿什么？鞋子穿什么？我觉得我们这都是现学现卖。接下来请小朋友们集体为我们完整表演一小段，好不好？哇，帅！哇，
大家都好喜欢你们。今天你们相当可以的是什么？孩子们的这个精气神，你们很多那个表情真的是帅酷，然后他们那个咧嘴的那个笑，那个自信，这一点我觉得让你们今天这个舞蹈非常的养眼好看。而且我也没想到你们这么小小的年纪跳起舞来这么霸气。我看到你们在台上那真的是叫做发光发亮，而且呢我看到了中国的元素，甩发这个在我们的京剧里面也是有的，这个观众朋友看了可能没感觉，你试着甩两下看看，马上头就晕了。所以我知道你们在练习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作为一个观众，我对你们刚才的表演真的就是两个字，完美。谢谢老师，谢谢。我跟你们讲呢，我说话应该是有一点资格的。我呢是我们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的文化顾问。哇！啊，他们请我做了顾问，所以呢，我看到你们，我真是想起了第一次我们春节晚会上那个安塞的腰鼓上来，一个个就像那撂了蹶的小毛驴似的，在那是撂蹶子，叮叮当当的。我希望你们把我们陕北最富有黄土高原的那个气息的所有的民族的艺术因素都融到你们的街舞当中去，把中国两个字让它闪出更闪耀的光芒，好吧？谢谢，谢谢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如果你们喜欢他们请点赞。现在小朋友们要以跳舞的方式来为自己拉票，开始。哇，点赞了、你们收获的点赞数是276赞。谢谢大家，孩子们棒棒的。